只是温室物。我觉得要不是我那些打，他可能也没办法演出那个样子。现在也现在夸奖他太多了。对对对。不想要找他拍戏。希望他少拍一点。三千欧稳出来，你们两个都会释放压力哦。他哪来的压力？只要跟他在一起久了，至少要变听话。你没吃药。乖，把药喝了。我为什么要吃药？你叫他吃吃看呢、啊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为什么全世界都要这样陪你玩呢、啊？对我们来讲也是 surprise， 希望这些东西没有把它弥合掉。他是一个很难得的天赋的一个演员，是演员，不能当小孩。他的天赋都很特别，就希望他的教育受得好啊，那个成长发展都很健全、啊。觉得演技倒不需要。太早磨练，人生的经验，他的正常成长的。哎，我不要倚老卖老的。对啊，没有机会听您说啊，现在难得有机会啊，要不然明年你又不会回来。